我还活着。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法师平安，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法师平安，请求观世音菩萨、小施主、我难道是在梦中？不是梦，小施主，贫僧还活着，还活着呀。老法师你还活着，谢天谢地你还活着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奇怪，按说这和尚受逸轩供养多年，本以为会替那个反贼出谋划策，可朕翻遍他的书信，却只字未提军事，多是劝其从善如流，此事着实令人费解。陛下，陈文内僧人自20年前来到我国，一直潜心以经讲法，劝人向善，对礼法并无半点逾越，但凡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胸怀坦荡，是一位高僧大德，盛名之下无有虚实，我想这位法师应该名副其实。朕曾平蛮越，抗北夷，一生杀人如麻，从不相信什么性善之说，逸轩谋反之际，朕势单力孤，多少公卿大臣都叛朕而去，这外邦的僧人却能忠于皇室，只守正道，实在令人唏嘘感叹，去把法师请来，朕想亲眼见上一面。贫僧求那跋陀罗叩见皇上。法师跟随逸轩谋反，一路劳苦功高。陛下，贫僧沾染罪过，自当粉身碎骨。哼，朕听闻法师不但受那乱臣贼子的供养，还跟随他一道出兵反叛，可有此事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参与政事，但贫僧虽是受其胁迫，亦是夙缘所感，贫僧愿意领罪。法师自称受人胁迫，可有凭证？逸轩谋反之事确实是将贫僧带进军营，可陛下若要贫僧证明是受他胁迫，贫僧除一句出家人不妄语之外，别无凭证。法师不怕死吗？回陛下，贫僧怕死，但贫僧更怕违背佛陀，违背三宝，违背这天地间的正道。说得好。法师，朕最后问你，你可想念逸轩？陛下，贫僧受其10年供养，恩德不敢忘却。逸轩虽是反贼，可他已然辅助出家人，慈悲为怀，若能蒙陛下宽宥，贫僧请为逸轩超荐3年，以减轻他的罪孽。哼，陛下，法师应该是一路颠簸，意志不清了，臣恳请陛下饶恕他年老昏聩之罪。法师果然如传闻一样坦坦荡荡，好，朕便准许你为逸轩超度，成全法师的仁义之心。多谢陛下。小施主。经过这次劫难，我亲眼见到了观世音菩萨的灵验，所以决定剃度出家。老法师，请您收我为徒。我愿皈依三宝，跟随老法师修行佛法，愿将佛陀的真理传扬给天下人。善哉，善哉。看哪，佛陀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求那跋陀罗于42岁时来到中国，75岁圆寂。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典并宣讲佛法，先后译有《杂阿含经》《大法古经》《圣蛮经》《伽伽经》及《相续解脱经》和《无量寿经》等佛教经典，为佛教在汉地的推广和传播做出极大贡献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如何成佛呢？消除恶障成恶力，我们有两种障碍啊，烦恼障还有所知障。烦恼障是你自己的，哎呀，我爱生气啊，我欲望就强啊，我慢心、嫉妒心很强啊，这个叫烦恼障。啊，所知障是什么？所知障就是你对外在的世界认识不清楚。佛教再好了，其他都不好了，这也是所知障哦。啊，各位，万法皆空啊，佛法是一个方便而已啦。啊，就像沉在河里面的人，你别用那个救，你别用滚那个救，你别用救生圈个救，你别个跳楼救，你别用准那个救，拢无要紧啊。佛法
是帮助众生的一个方法来。千万不要执着说你的法门最好，别人的法门不好，我的才对，他的不对，各有方便了。佛菩萨都示现成翁牙鸡董的躲众生啊，佛菩萨也示现成狗在度众生啊。你脾气就坏哦，领导一家高啊，那拢没发脾气哦，那就是佛菩萨了。他在度你呢，狼人不如狗，你看吧。狗不发福气，人脾气可大了。佛菩萨就要示现给你看了。所以那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啊，狗不是佛法，所以我这个才是佛法。所以各位呢，要了解万法都是个缘起，所以不要有这个执着，法门的执着啊，世间的执着啊，等等啊。所以能够消除烦恼障、所知障，你才能够消除烦恼障，才可以自利；消除所知障，才可以利他啊，了解吗？今天你对一个天主教徒，你里面的该做苦告斗，这个叫所知障啊。天主教徒，他只要能够有四无量心，发挥上帝的爱，能够升天啊！以后我们再来度他，人家都能够到梵天了，搞不好你还堕落了啊！所以呢，你今天要度天主教，那你要用天主教的方法；你要度基督教，用基督教的方法；你要度念佛了，用念佛的方法啊！所以你没有所知障，只站在对方的立场啊，你才能够利他。所以呢，消除烦恼障可以自利，消除所知障可以利他，所以叫消除恶障成恶利啊。所以各位呢，有时候你要度众生呢、你要有满满的社会经验。你不要做给查某人生给囝吼，你不知道查某人的艰苦了。所以你要去体悟对方的痛苦，那什么样的来安慰他？像我们出家人，哎呀，爱情不好啊，你那个讲不好。已经艰苦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正在爱情里面受苦啊。你要了解，我怎样艰苦，我嘛爱的呢，就艰苦。那抱了苦海吼，要修起来，要修足久，我终于修起来啊呢。因为你有那个过程，如果你没有那个过程，不要谈这个，不要谈这个。所以做一个菩萨，这个世间人的苦，你都要领受啊。你才会去了解对方需要什么，所以不要以用自己的看法，用自己的知见来决定别人的。所以那这个是最难的那一部分啊。所以消除烦恼障，那你就可以证阿罗汉；但是消除所知障，得佛一切智，你才可以叫遍知佛果位。遍知了解所有众生的苦和快乐啊，什么代志？和你做头家，和你做巡逻啊，和你做总统，和你做消防局局长，和你做牛王，你都要走，因为你骗知一切啊。但是如果你只有所知，我是个博士，我懂了这个法门，我不想学你的，我不想了解回教，我不想了解一贯道，那你就有障碍了。那所以这一点呢，各位要圆融啊，所以要能够自利利他，才能够快速成佛。就这个意思。
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